好，接着我们要颁发桌上这三个奖杯，还有很多奖牌。这个是我们学校足球队的小朋友，他们这个假日去参加比赛，那他们分别参加了低中高年级组，然后每一个年级组都得到名次。一年级我们得到冠军，然后三年级参加中年级组的得到殿军，就是第四名啊。等于三年级对手可能都是四年级哈。然后四年级的小朋友去挑战高年级的，就是他们的对手是六年级的，然后得到亚军，非常棒的成绩。李勇得到第四名，但他们参加的是中年级组，也就是中年级对象，那个对手可能都是四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，非常不容易，他们得到殿军。那请以下念到名字的小朋友上台接受颁奖。张宇阳、张彦成、张佑成、林成佑、李唐宇、陈怡珍、廖吉典、李燕。好，请校长为我们颁奖。代表把奖杯献给校长。